中国人所翻译的这个佛经，我们对他要有信心，绝对不能怀疑。啊，佛讲的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疑应该就是指这桩事情。如果对翻译产生怀疑，我们就一无所获，损失太大。 啊，因为我最初学佛，我怀疑。啊，我向三位老师都请教过。啊，我请教方老师，我说佛经这么好，梵文从汉朝东汉到隋唐。 啊，传到中国来的分量非常之大，有中国的这出家人到印度啊去取经带回来的，也有印度许许多多的这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传教，他们带过来的，还有少量是商人。 他们经商的时候，也把这支经书啊传到中国，分量很多啊。那么翻译并不是完全翻译过来的，啊，到中国来之后，经过筛选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适合于中国国情适合于我们这个中这个本土文化需要的，我们首先翻它。 翻译工程很大，啊，是经过筛选的。这么多的好东西，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？全部都失传了，没有了。这什么道理？啊，我们现在人懂得好东西保存呐、啊，古人也懂得。 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为什么会是传？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不知道啊，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。我说从不一样了，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呐、啊，那什么都是外国好啊。 中国古人这个信心，对于自己传统的信心，那是无与伦比的，这是信心啊！所以佛经翻译出中文之后，啊，这个翻译的人肯定，大家也肯定，确定是原位。翻的这么好。 没有贬值啊！而且文字，中文文字比梵文更为华美。换一句话说，翻成中文之后，中文经典可以取代梵文原文经典，不需要再去看梵文了。你说这种豪气，这种气派，哪像现在中国人？ 啊，这是我们值得参考的。啊，我相信老师不骗我。